租金连跌两个月，是不是转势呢？2024年1月份，中原城市租金指数 CRI 最新报 116.20 点，按月跌 0.33%。指数在过去半年间于116点到117点之间高位窄幅增持，虽然租金连跌两个月共 1.02%， 但实在是农历新年前传统租赁淡季的正常回暖，并非转势向下信号。相信租务市场继续获用家需求支持，相信 CRI 短期可于116点上下水平企稳。等待新春后季节性旺市来临，和本地经济恢复，租金有望重拾升轨。